你是谁？我是金牌吕林老师，教你画画。我毕业于美国纽约长岛大学美术硕士，加拿大国际水墨创作比赛枫叶奖得主。什么叫曲线？彩虹。这个上面这个就是彩虹线，然后下面是微笑曲线。彩虹曲线，微笑曲线，然后把它倒过来也是一样。这个像那个数学的一个符号，括号有没有？就是这个啊。OK， 你会括号，你会画画图，你会画曲线，90%的画呢。为什么找你学画画？因为老鹰教的小孩才会飞，第一名的老师教出第一名的学生，这是我的奖状墙，是我指导学生参加县市、全国、世界杯美术比赛前三名奖状。用海绵刷把一根一根边边的黑毛刷自然，小力气轻刷，用海绵刷的侧面由里向外顺着毛流方向。和你学画有什么好处？你将学到武力、想象力、创造力、观察力、思考力、专注力，一辈子受用。爱因斯坦说，想象力可以带你到任何地方。还有三宝：自信、快乐和幸福。金钱无法衡量，是无价之宝。So, come on,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? Enjoy the painting, become the one you like. Get it later on. 补一两根比较清楚的毛流。或是刚刚你就留一两根不要插到就可以了。由里向外撇，顺着毛生长的方向，撇出来的线条就会自然。未来还有许多有趣的画画课会教给你哦，我们下次见。